那现在我们是选前大补帖，那这个专案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帮助选民的工具。那选民可以依照他自己的价值观决定想要获取什么资讯，然后最后帮助你做投票的决定。那这是我们的网站，好像六个月之前我们有来过大松，我们是提案。那这次我们是已经有一个成果在这边了，那大家可以搜寻 votingguide.tw 就可以找到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总统的资讯好了。那一进来的话，你会看到，一进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个候选人的组合，你可以找到你的选区的组合，或者是你可以滑到最上面找到候选人，总统的候选人。那今天的成果是，我们谢谢那个 Ronnie， 他帮我们找到了侯友宜的2024的政见。那点下去就可以连到侯友宜的脸书，你可以看到他政见的来源。然后如果我们点开显示贡献者，你可以看到这是 Ronnie 的 email， 对，我之后会把它 hide 起来，这样。那就这是一个公开的平台，那。这上面的资讯都是需要有贡献者跟资讯的来源，像就像你买鸡蛋，你也是需要它的产地这类的资讯来帮助你判断这个资讯是不是有它的公正性。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有小小的成果，就是有这个网站出来。那最后我们希望可以有越多热心的人，或者如果你认识候选人，你可以推荐这个网站给他。那它也是一个帮助候选人发声的管道。那如果你是热心的民众，那你对候选人的研究，你也可以影响到其他选民，因为你认为重要的是，其他人可能也认为是重要的。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功能简介，那其中如何贡献，它就可以教你怎么去使用我们的编辑器，然后放上你对候选人的资讯。那就是最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就是可以欢迎到联络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到我们。好，那我这边就这样子，谢谢。好。